为了照顾在地高龄的长者，启动乡农会在海沙里社区办理100空制年度高龄者创新学习班，提供学习娱乐的课程。这次透过精彩的舞蹈表演，展现平时学习成果。来参加这偌久？半年经过半年的学习，内容包括健康工作、手工艺学习、农村舞蹈、农会总干事颁发结婚的证书，鼓励35位顺利完成课业的长者，并且祝福大家重阳节快乐。啊，都学咧跳舞哩，安尼摇啊，安尼摇啊，都注意注意啊，啊来都规定吼，有看安尼做看戏的啦。我来做运动，感觉真快。真好吼，真好，拍好啦，拍，嘿，我不知道大家是多做些运动，我搁给伊学习捏捏那个纸黏土，啊，搁有画画，啊，这拢是因着因的计划内底，啊，所以拄啊好后礼拜嘛拄着这个重阳节，所以阮嘛有准备着啊，这个礼物嘞要来给这些大人。会当大家会感受到咱的心意，啊，咱嘛唔忙讲启动所有这些时段，大家拢会用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这次的成果展内容真丰富，透过精彩的舞蹈表演，展现长辈热情和活力，鼓励真侪阿公阿妈参与社区的学习，让因在快乐的学习当中，愈来愈健康，愈来愈少年。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